他妈妈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刚刚找到一百，稍等一下。一百，一百，怎么了，教练？你妈妈电话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是这样啊，这几天啊，我就看那个新租客，哎，就是那个小姑娘啊，越看越顺眼啊，我想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，好不啦？ 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刚训练完有点累了，要回宿舍了，找时间我就打给你啊。哎哎，你，所以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，喂，陆阿姨。对，陆晨阿姨，我问你啊，我那个不孝子是不是就在你身边呀？对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好啊，你把电话。 打开免提，我有话要跟他讲呀。哦，好好好。妈，唐一百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！你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甩我的电话，对吧？我是给你介绍一个嘎好嘎好的小女生，哎，真的性格嘎体贴的，老讨喜了，工作又认真，还会下厨，哎。 这样的女孩子有多难找啊！啊，你晓不晓得我介绍给你，你还不识好歹啊！妈，你先别说了，手机给我。秋哥，你千万不要把手机给他，你给他，他就一定会把我电话给挂掉的。我知道阿姨，我不会让他拿走的，你放心，阿姨。唐一白，你就回来陪妈妈吃一顿饭好了啦，就一顿晚饭呀。 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女生介绍给你，好吧？妈，你别闹了，明天我有训练，我去不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唐一白，你少拿训练来搪塞我，你搪塞了我多少次了？武教练就在我旁边，不是你问他？是是。武教练，是<是>我明天晚上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训练？ 这个他妈妈，是的，现在就快要比赛了，所以我们泳队上上下下都在加紧训练。武大教练，对吧？<笑>你成功的抢了我的儿子，你晓得吧？一年365天，我见不到他几天，你晓得吧？就是现在啊，我想让他回来跟我这个当妈妈的吃一顿晚饭，都吃不了啊！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告诉你啊。 这件事情，如果你不帮忙，你让我错过了这个非常优秀的儿媳妇，我绝对会跟你没完的。我一定会跟你追究到底的，你信不信？唐妈妈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晚上训练结束，我就立刻放唐一白回去。好吧，再见啊！快了，就去敷衍一下他嘛。随便你们，反正明天晚上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 教练，进来。教练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可不可以耽误您点时间？我呢，就盼着有一天。 心上吗？
这个送你当护身符，免得你又掉进游泳池里面。小粉丝啊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想要签名是吧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齐瑞峰，怎么哪都有你，关你什么事啊？签什么名啊？都怪你这个签名惹的。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上面的这个签名给擦掉啊？这是谁的签名啊？齐瑞峰的。那可千万不能擦，有他签名的泳镜可贵了呢。要不然我拿我店里的新的给你换一副。不行，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很重要的，我不想上边有别人的名字。好吧，但是这个是用油性笔签的，我估计应该擦不掉。云朵，洋洋，好巧啊！我来买东西，你呢？你来干什么？没有，我这儿泳镜有点问题，我想请店员帮我想办法。什么泳镜啊？就是唐一白送我的那个泳镜。唐一白送的呀？我能看看吗？这上面怎么有齐瑞峰的签名啊？哎，你别提了。这明明是唐一白送我的礼物，齐瑞峰很自恋的就直接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还真像是他会做的事儿。我想了好多办法，就是擦不掉，所以我就来请店员帮我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擦掉了。这个擦应该是擦不掉了，但是我可以想想办法，给你换一个镜面。还可以换镜面啊？是啊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们店里现在还有那个镭射刻字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镜面上刻上你想要刻的任何字。可以镭射刻字啊？嗯，这么新鲜。怎么，云朵，你要换吗？啊，换，我要换，我要换。那你想好要刻什么？我想想，我先想想。一白，你今天晚上真的不回去看一下吗？说不定你妈给你介绍的真是你喜欢的菜呢。你别说了，今天我死都不会去的。哎，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逼你了。哎，不过我刚刚知道一件事情，让我觉得这世界上的巧合啊还真不少。你妈刚跟你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，云朵的房东就打电话给我，说云朵如果是单身的话，就要介绍男朋友给她认识认识。还有，刚好都约在今天晚上。你知道给她介绍什么男生吗？还能有谁啊？不就是她儿子喽？她儿子？对啊。就是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标准的有异性没人性，有了妹子啊就忘了老妈的那个。哎，云朵，你刚刚刻了什么字啊？这是个秘密，不能说。该不会直接刻的是唐一白的名字吧？怎么会？没有。哎，洋洋，我看你买了好多泳镜和泳帽，都是男生的颜色。哎，哦，这不是给我自己买的，我帮别人买的。帮谁买的？还不是就齐瑞峰。齐瑞峰？嗯。啊，他这个人呀，习惯特别差，东西总乱丢，不是丢泳帽就是丢泳镜，而且他要求还特别高，不管是款式或者颜色，只要不对他的胃口，他就嚷嚷着用不惯。哎，不过洋洋，我觉得你对齐瑞峰是真好，你还专门来给他买东西。我哪儿对他好了？我又不是专门来给他买的，我就顺便路过而已，防止他比赛前又嚷嚷的找不着了。我接个电话。云朵，哎，怎么了，陆阿姨？你下班了吧？我下班了。太好了呀，下班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啊，阿姨跟你讲过要给你介绍一个优秀的小男生那个事情呀？啊，
你现在来找阿姨，你跟我一起吃个饭。我把那个小男生已经给你约好了呀。什么男生啊？不是，陆阿姨，您在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。有陆阿姨在，你不要尴尬呀。现在不是尴尬不尴尬的问题，我还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呢。你不要有压力，你呢就当成下班了，陪陆阿姨来吃一个饭。啊，吃着饭呢，顺便就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刚好的事情，对吧？陆阿姨，我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。哎，洋洋，我可能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就可能没时间了。那你几点钟完事啊？九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吃晚饭了。哎呦，那好吧，你都那样讲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这样好吧。我跟那个小男生啊，我们把吃饭时间改到9点钟以后耶。这样你完事了，你就马上过来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陆阿姨等着你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云朵，你个大笨蛋啊！你直接告诉陆阿姨你不想去就好了嘛，还耍什么小聪明啊？耍了也没用。哎。云朵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打完电话这么紧张啊？不是紧张，我房东他要给我介绍男生认识，说要请我吃饭。介绍男生给你认识啊？嗯，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是他完全就不给我拒绝的机会啊。几点啊？9点。这样吧，要不我陪你去吧。你要陪我去啊？反正你刚好有个伴儿，你也不觉得尴尬了。你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啊，洋洋？你太好了！哎呀，都是小意思啦，而且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长这么大呀，还没见过人家相亲呢。嗯，放空。一凡，你家在这附近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没到呢。你跟我说的地方在哪儿？哎呀，就马上就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这就是云朵跟她房东约好的地方。对啊，就在这里。哎，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云朵也应该到了。哎，事不宜迟啊，咱们赶紧进去。你就说呀，她是你的，除了你之外，谁都不准接近她。不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咱们来不就是英雄救美的吗？什么英雄救美啊？我来不是为了破坏云朵相亲的，我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关心一下云朵。朋友的身份啊，嗯，就这么单纯吗？就这么单纯。不过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男的要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替他解围吧。你说这么多，还不就是为了英雄救美吗？懒得理你。唐一白，哎，阿姨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，我没想到你到的这么准时。我先去点个菜好吧？你们想吃点什么呀？我点个汤，我先点个汤啊。好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秋，这简直就是太巧了！你妈给你介绍女生，居然跟云朵相亲在一个餐厅。秋瑞峰，不是，干嘛呢你？不是，真的是太巧了，简直就是巧夺天工。不过一般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先进去，咱们先慢慢聊，有事好好说吧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袁教练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百米自由泳的项目交给唐一白啊？应该是吧。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唐一白是确定可以出赛孟小梅了。哎，云朵，你怎么一提到唐一白，你脸上就挂着笑容？没有啊，我一年365天，我天天都是笑着的。不一样，我可看得出来，你每次提到唐一白呀，你脸上的笑容是不同的。哪有？那我还觉得你不一样呢。我一提到齐瑞峰，你刚刚表情都不对劲了。我还纳闷呢，像齐瑞峰这种个性的人，你怎么会对他这么好？其实吧，你别看他平时那个样子。他对我还挺好的，是吗？他怎么对你好了？我记得刚刚大一那会儿，刚入学搬进宿舍的时候，
你一个女孩子搬太辛苦了，我来帮你吧。我来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吧。谢谢你。我来吧。不用不用，这个我拿着就好了。知道现在宿舍吗？嗯，对。走走。到了，就是你们的宿舍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哎，我这儿有瓶水，来，给你瓶水喝。你是新生吧？我也是，我叫齐瑞峰，你呢？我也是新生，我叫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耀西啊，得谢谢这瓶水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哦，原来是报恩啊！嘿嘿，难怪你对他这么好。哎呦，是报恩没错了。哎，但你不知道啊，后来他就天天拿这事儿让我帮他做东做西，把我当奴隶一样，气死我了。这像齐日峰会做的事儿。我倒希望当初他没拉我呢。哎，洋洋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个东西。好，我等你。也不算喜欢了，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。那就进去试试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一看就知道不适合我。你都没穿，你怎么知道不适合啊？你不是还要跟你房东吃饭吗？哎，走了走了，没事儿，来得及的，有时间走走走，试试试。我帮忙啊！换好是换好了，那你出来啊！我觉得这衣服穿我身上特别扭。我先看看吧，先出来吧。嗯，出来出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你看看吧，我肩膀又宽又厚的，真的好奇怪啊！你自己照镜子。一点都不奇怪，好好看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而且我发现你特别适合穿裙子，你看，把小腿露出来，挺好看的吧？买了买了买！好，那我就听你的，把这件买下来。哎，对了，云朵，你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我还没穿过裙子呢。当然可以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嘞。恭喜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你的提案，对于您所提出的资源整合方案相当满意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过段时间就会正式执行了。那很好。董事会提案，林子不是云朵的助理吗？他怎么会跟这些事情扯上关系啊？我也看过那份提案，您确定不需要裁员吗？不需要，一个人都不用走。
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当初您说您以记者助理的身份加入到公司内部，我还以为您要列出裁员名单呢。原来是您所提出的资源整合方案是以增加合作资源为主，真是意外。一般人在进行资源整合的时候，总是第一步从精简人力下手，却没有想到精简人力的同时会降低市场竞争力。切入点果然不同凡响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好，你请。到时候还有什么需求，你尽管跟我说。好，您慢走。哎，云朵，我真的要这样子穿吗？我感觉好不自在啊。哎呀，你这样挺好的，就是你没穿习惯而已，穿习惯就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明明今天相亲的是你，怎么变成我穿成这样陪你了？这样也挺好的呀，说不定那个男生就看上你了呢。说什么呢你？真的很好看，没骗你。一白，你要去哪呢？你妈帮你找的女生还没来呢。你还敢说？我竟然会相信你跟我妈串通好了一起来骗我？我们没有骗你，云朵真的要在这里相亲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啊？哎呀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云朵，不是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房东给你介绍男朋友吗？你怎么跟同事出来逛街了？你眼睛长哪儿了？你再看看他是谁。向阳阳。干嘛这么夸张呀？就是穿了个裙子嘛。不是你没事穿什么裙子呀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，出来吓人干嘛？我就不能穿裙子吗？哎，你不觉得她穿裙子特别好看吗？唐一白，你说呢？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裙子是好看，但穿在洋洋身上就是不对劲，根本就像男扮女装一样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这多好看啊！哪里好看了？腿还那么粗。哎，向阳，我建议你啊，还是穿运动服吧，比较顺眼。好，我就是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在你眼里我连个女的都不是，满意了吧？行了吧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云朵，向阳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你说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话特别伤害女孩的自尊心？伤自尊？哪有那么严重？我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。当然严重了。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女生，还站着干嘛呀？赶紧去追洋洋，跟他道歉呢。云朵说的没错，这次真的是你不对，我也觉得你说的太过分了，赶快去跟洋洋道歉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快去快去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。收的小卡片，听说去年中医生女子挺有关系，那个叫向阳的女生考上咱们学校了。向阳呀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她呀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听过，据说呀她长得虎背熊腰的。那是萝卜呀。叫我来干嘛？我不是说过不要再叫我女汉子了吗？难听死了！这怎么会难听呢？我这是称赞你，见过哪个女生有你这么凶啊？
我确实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下次比赛，我会替洋洋学姐大声加油的，加油加油！向阳，人家装可爱那叫女神，你装可爱那叫女神计。像我一样。人去哪儿了？洋洋，你怎么在这呢？我刚找你很久了。刚刚是我不对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洋洋。失败的心，这一切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像我一样。齐瑞峰真是个猪头，怎么能这么跟女生说话呢？洋洋心里边肯定很难受。我是担心齐瑞峰说话不经过大脑，道歉到一半又把洋洋惹毛了。有这个可能。你要是赶时间的话，你就先走吧。我不赶时间啊。是吗？我听齐瑞峰说，房东不是约了你吃饭，要给你介绍男朋友吗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房东后来给我发信息说，那个男生有事儿也来不了了。真的？嗯。那挺好的。挺好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没耽误你时间，挺好的。齐瑞峰怎么把这事儿都跟你说？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啊？你不想让我知道？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好尴尬呀，而且听起来特别像是我现在很想要谈男朋友，很想要去谈恋爱一样。那这么说，你现在不想谈恋爱，也不想找男朋友？哎，不是，我就是觉得这种事情要自然而然的嘛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聊这种尴尬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恭喜你了。我听洋洋说，你拿下了百米自由泳的初赛资格了。哦，谢谢。怎么啦？这是开心的事儿啊？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？也没不太开心，就是……怎么啦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觉得我拿了初赛资格一定会很开心，那事情就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原来的我从来没在意过那些在比赛中输给过我的人，因为比赛不是赢就是输。可是今天我看见陈子强输给我的表情，我才觉得有的时候赢了比赛也不一定很开心，反而会觉得很沉重。梦想呗，你能行？
我看着他一个人离开的背影，我真的想上去跟他说点什么，但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说的程子强就是跟你竞争百米自由泳项目的队友吗？我其实能想象当时程子强的心情，我也能明白你看着他你心里边有多难受，但是你总不能因为顾虑别人的感受你就不去想着赢比赛了吧。你可别忘了，我还要等着做你的专访哦。这样吧，你要是心里边还是放不下，那你以后比赛的时候就不要想着赢别人。不去想着赢别人？嗯，以后比赛你就不要去想着怎么样去赢别人，你就想着不要输给自己就好。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啊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云朵啊，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，总是能简单的一两句话就打开我的心结。我本来就很聪明啊，在你心里我到底是有多笨？没，比齐瑞峰聪明了一点点。你拿我跟齐瑞峰比，我比他聪明一点点，那是一个大悲剧啊。我收回。齐瑞峰。洋洋呢？怎么你自己回来了？你不会又把他惹生气了吧？别提了，先回去了。峰哥在那里装忧郁多久了？差十分钟，就两个小时了。一百个。嗯。峰哥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都有点不太适应了。我问了，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。甭理他，一会儿就好。我先去洗衣服了，你们两个看着他吧。刚刚是我不对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放。峰哥，你没事吧？我问你们，如果有人在你们面前哭，你们会是什么感觉？我也忘记了，是在哪个电影里，我看过这样一个话。他说，当一个男人看着他心爱的女人在他面前哭的时候，他的心也会很痛。我当时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，哪里有那么夸张。可是现在我都突然觉得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但是我从来没觉得我在意过他。峰哥说他在心痛，他是不是病了呀？病得还不轻，神经病吧。这太闷了，我要出去走走。峰哥，外头在下雨呢。或许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生病了。
真的生病，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？太正常。他哪一天正常过？你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峰哥一早就开始在那发呆，你则是一早就开始打哈欠，还没开始训练就这么累啊？我也不想啊，这不快比赛了吗？我紧张没睡好觉。集合。袁总教练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男子游泳队和女子游泳队开始为4×100团体接力赛进行强化训练。全队集合，各位起来。人都到齐了吗？陈子强呢？不会是输了比赛心情不好吧？你们先练习，我去拉他回来。不用找了。他不会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晚上子强跟我说，他要从男体大泳队退出。为什么要突然做这个决定？其实我退出泳队这件事儿之前就有考虑过，只是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。但是这次输给唐一白，我才明白为了自己的未来，我必须为自己做出一些选择。你现在退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你输给唐一白，拿不到你想要的项目，这样太自私了吧？你把我们男体操泳队当成什么了？池峰，冷静点。没关系，是我自己要退出，没亲自跟大家说，池峰有权生气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一定要走吗？对，一定要走。我就不懂了，你明明还能游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如果你是因为游泳遇到瓶颈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是团队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徐瑞峰，你别那么天真了，行不行？什么叫团队？什么叫兄弟？我告诉你，游泳这项运动一直都是一个人的运动，你必须得不断的赢下去，才有资格留下来。你当我没试过吗？当你一直努力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拥有你和一白这样的天赋，你不想放弃吗？难道你真的甘心在泳池里看见所有人都游在你前面，还要跟你们这些超过我的人称兄道弟？别开玩笑了，就
算别人可以，我陈子强不行。反正怎样我也赢不了，那我就认输呗。子强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谁输谁赢谁都不会有怨言。你跟我说你父亲一直想看你站上颁奖台，你会向他证明，在你赢得冠军之前，你会一直努力下去，不辜负他的期望。你怎么能就这样放弃了呢？为